也都回去排练了，现在呢是考试阶段了，咱们得验收一下，因为咱们晚上就在这儿要演出了。嗯，好，咱们今天是投票制，每人一票，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？不会，谁练得好一些谁就是上。这那倒是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事儿，是吧？对，之前大家都没合过这个乐队，谁想主动就展示展示？这挺难的。乐队老师，哦，紧张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来弄。开始吧。好。我第一次现场听，太炸了！可以放进第二张专辑里面啊。记忆在忙到马前站着，行了。斜阳两路分那笔的咸阳，我把今天上。非常棒，挺好，我觉得头三句特别好。我也听不清，没有人反。但愿的言听即从。这咋唱的？他从哪进拍啊？第一句。后面如果不记得怎么唱调什么的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唱就行了。竞争对手，献丑了，老师。一平，加油！稍微慢一点哈。在忙大陷阱陷阳为皇上有点紧张根本合不上，有点紧张。没事，确实紧张。我合不上，为啥？很难，好难合啊。二位闭上你们的双眼吧，选赵磊的请举手，选肖文的请举手。给他一票吧。好，我也给一个鼓励票吧。谢谢你施舍。我们恭喜赵磊。赵磊今天的表现很好，因为要合了乐队，这个流水版是比较难唱的。合乐队的时候呢，一次基本上就成型了。还有唱的是谁？加油，乐乐！盼得三军归一头，谁知楚汉不争锋。哇！你是个黑怕选手。对，你不能跳舞啊。皇上呢把他拖出去斩了。任琪啊，你我这高的我都不知道咋进去。这盼得三军归一头，我好像不明白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嘞，可以唱了。盼得三军归呀头，谁知楚汉又争锋。哎，好，到我了，老师，我也吓我一跳。放开，别紧张。三军归呀头，还行。谁知楚汉又争锋。可以。哎呦，好晕了现在。这太逗。
选何洛洛的举手。行，何洛洛把眼睛睁开吧。好了，睁开吧，睁开吧。选张延琪的举手。选赵让的请举手。我们恭喜赵让。好。刘邦念白也来一遍了，好吧？来吧。哎呦，你干嘛吓我一跳？七星龙阵，鬼迎亲，喝酒必分。先日先阳是宝庆，雷师有传旨下去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。下一位，皇上，皇上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下一位，哎，哎，活动筋骨了，哎，要干啥呀？打武术啊要？嗯，七兄龙阵，七兄龙阵。归阴气火酒必分。好，行，嗯，可以，挺好，挺好。你背到了吗？差不多吧，我试一下。七雄龙阵归阴晴，火酒必分。相遇赴约自称尊，诺一世有传旨下去，有本早走，无本退班。遵旨。行，那是可以了，太认真了，很敬业。他到这儿就停了，就停了。来啊，投姚琛的举手，投燕许家的举手，投一次不能再投了啊，朋友们。投任豪的举手，你也可以举啊，我也可以举，你也可以举啊。还拉票呢你？我没拉票，我没有，我没拉票，没有。燕许家和任豪都是四票，陶老师，你这一票投谁，就看谁了。我觉得可能我用闭上眼睛吗？你闭眼睛指我怎么办？你闭眼睛，我觉得还是更胜一筹。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任豪胜出在他的声音比较洪亮，他身形啊，包括神态，更能驾驭这类的角色。那就遗憾了，佳佳。没事。在舞台上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没关系啊。那是俩人一块来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两名啊。哦，嘿哈，行了，你们已经胜出了，你们已经胜出了。韩信也胜出了。另外五位呢，就没办法了，是小内侍了。哎，你现在也变成太监了，归我管。真的假？